歪了也行，看得更清楚了。可是这里边也没有好吃的呀，也没有个值钱的东西，我再找找吧。豆哥，你找啥呢？我找宝藏呢。这里真有宝藏吗？那可不，我才不信呢。我们老师不能忽悠我。那他到底咋说的呀？他说就是我这个成绩和智商，将来只能靠捡垃圾桶生活。你们老师的意思是让你好好学习？不可能，他从来没跟别的同学说过这样的话。那是因为你就是嫉妒我。妈咪，垃圾桶里一定有宝藏。哎，你们老师是对的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胃有点胀。那我给妈妈揉揉吧。乖乖真好。豆豆，妈妈胃胀，放几个屁就好了。